脱一下，脱一下。再脱了，再脱了。来，功夫小妹，帮帮忙，帮帮忙，屁股。啊，功夫小妹，掏一下房卡。在哪儿啊？在口袋里。口袋。没找到。不是我的，你是掏老板的。哎，杜拉哥，我怎么能掏呢？我是个女生啊。那你刚才掏那么起劲儿。那你脱一下啊。很重，你快点快点。老板身材还不错啊。你快点。老板，睡舒服点吧。对不起，睡舒服点吧。走吧，杜拉哥。等一下，累死我了，给我找点水喝。这烦人的。哎，这是人家家里，得征求人家同意的。一瓶水，一杯水。哎呀，真的。疼死了，快点快点。等等，只有饮用水，难怪一杯倒，要是之前啊哪有水，全是点心。快点。好。快点。喝水。哎，拿到水可以走了。等会儿，我先喝一口。拖拖拉拉的，等下他醒了。哎，走了。等会儿。走了。哎呦。杜拉哥，走了，等下他醒了。你担心什么呀？快走。就喝了一下水，那是别人家呀，是我把他背回去啊。老板公寓的房卡。再说吧，刚才你在电梯里，你有闻到什么味道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冷静点，好好想想，在电梯里我闻到一种味道，很熟悉。但那时候我就这样，手就这样抖，转过去。第一个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白衣的女人。不行，不可以说成我失敬，没看到，没闻到，没听到，什么都没有，开玩笑呢。不要来哈，开玩笑呢。但是还没完，真的还没完，跟着过来了，越来越近，差不多了，快了。杜拉哥，臭死了！你这疯了，老这样，脏死了！干嘛玩这种把戏？有意思？去哪儿了？手机！
是五六七八，不对，生日生日二八幺幺，还不对，那就是初中学号五六四四，还不是啊？到底是什么？什么？啊，还要设密码呀？对啊，这样自行车就不用被偷了。但是这么多的数字你怎么记的？设置的密码是万圣节呀。万圣节吗？我们遇到的第一天。难道是三幺幺零？没错了。放哪里了？找到了，拿到手机走人，完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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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高，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刚送你回来的。你送回来的吗？是啊是啊，我杜拉哥，是我和杜拉哥，是的。我怎么不记得？因为你喝醉了，一杯倒，你觉得你能一个人回来吗？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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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。老板，那你是怎么进我家的？房卡。你偷偷掏我口袋吗？你还是有一点点清醒的，所以你把房卡给我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把房卡给我的。对对对对，你是在撒谎吧？对对对，撒谎了。是杜拉哥掏的房卡。对不起，副主编。杜拉去哪了？他回去了，已经回去了。那你怎么还在？我也正要走呢，我走了，再见。等。我还是先帮你收拾一下好了。你不用帮，已经坏了，别再弄得更糟了。不行，我弄坏的我得收拾。说了不用帮了，都已经坏了，我都是跟你说了不用你。出租车，出租车来了，我要走了，明天见，明天见哈。喂，等一下。
明天是周六，不用上班。